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今天喝点什么？我想要一杯抹茶拿铁，谢谢。没问题。今天天气真好，你觉得呢？是啊，这里很安静，我很喜欢这里。请稍等。谢谢。您的抹茶拿铁，谢谢，请慢用。这杯咖啡和平时味道似乎不大一样，是你做的吗？抱歉，今天是我第一天在这里上班。哦，我帮你重新做一杯吧。算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今天喝点什么？还是抹茶拿铁吧，谢谢。好，请稍等。您的抹茶拿铁。谢谢。现在很少看到有人写信了，没想到你还保持着这个习惯。这不是我的信。怎么说呢？别在意，随口一提。谢谢，做咖啡辛苦了。您请慢用。还是抹茶拿铁吗？是的。没问题。您的抹茶拿铁。谢谢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味道比之前还要奇怪，你怎么搞到这工作的？是朋友介绍的，我刚从日本回来，这份工作是为我的下一段旅行筹备资金。是吗？我也刚从东京工作回来，这的确不像是我在这里会喝到的味道。东京，我在那儿有待过一段时间，还出版了我的短篇小说。不瞒你说，其实今天用的抹茶粉是我从日本富士山带回来的，还以为会合你口味，你不喜欢，真的很抱歉。很多重要的事情我都会搞砸。不，我想说这杯咖啡味道很独特，你应该把它放进菜单。或许吧，谢谢你。
你不是在给自己写信，是在帮别人写信吗？对，我的工作就是给那些怀旧的人写信，写给病逝的宠物、离去的亲人，以及分别的恋人。你的抹茶拿铁。哎，可以帮我写封信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不过我今天真的得走了，明天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爱丽丝呢？她不在这里工作了。好吧。请问您今天需要什么饮品呢？抹茶拿铁吧。要不要试试我们今天刚刚新出的富士山抹茶拿铁呢？下次吧。